個禮拜裏面就係另一個有提升區嘅區議員周偉合議員。其實都好多謝呢幾位議員一路以嚟幫手，請大家都俾少少掌聲，即係多謝翻佢哋。如果唔係佢哋咧，琴日咧管理公司就好惡咁對我哋走噶。如果唔係記者喺度咧，又好惡咁對我哋走噶。多謝議員嘅幫忙，係啦，多謝議員寫信，多謝議員一路跟進。一路都唔喺鏡頭面前出現嘅議員咧，即係本席今次都借個機會多謝佢哋。好，咁我想請翻各位議員咧都係攞一落去先啦。咁我想請譚文豪議員留一留步嘅，因為我估咧佢都有幫忙咧，即係一路喺過去一年啦，都跟進呢件事情嘅咁樣。咁我想俾少少時間譚文豪議員都講下嘅過去呢一年，甚至乎即係呢幾日發生嘅事情啦，有啲感受啊，甚至乎覺得管理公司業主嘅待遇係點樣咧？係啦，時間關係，我估留翻多啲時間俾居民團體居民講。咁啊，大概可能三分鐘左右啦。唔該，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其實即如果沒有那麼多位街坊走出來站出來呢，就其實可能未必有今天，可能昨天或者前天呢就已經清了場，亦都很多東西呢我們說跟大家爭取也都未必拿得到。說回一點歷史，公民黨呢就2006年成立的，我們成立之初第一年呢，我們又已經在天馬苑服務街坊，這個是至今沒有停過的。無論我想大家都記得黃學明又好，李浩然又好，到今日謝文傑 JC， 到立法會議員，由當年梁家傑到今天的譚文豪，我們都會繼續同天馬苑的街坊繼續走下去。我們陪你們撐到底，一個是我譚文豪公民黨對大家的承諾，不理什麼的轉變，我們是爭取一樣東西，居民的福利為依歸，為最前線，不理他什麼政黨什麼背景，其實沒有所謂的。街坊你找其他政黨其他議員去幫手完全沒有問題的，我只是歡迎到不得了，因為多些人去幫手，我是希望得到結果嘛。個結果就是居民可以安居樂業，老人家走到下來可以買到紙尿票，小朋友有學分，啲學花花草草不會死曬，條鏈有得搭，樓上麵包房不用執笠，嗰間有咩天馬琴行不用執。這些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嘛，是不是很過分很荒謬啊？剛才麵包房那裡講得不清楚，講得清楚一點啊，他的意思不是尺價不變啊，是你給回那麼多租金，本來說落到來給回那麼大地方你，那你這樣聽落的沒問題啦。後來原來是斬半，給回一半的地方，不過給同一個租金啊，即加了一倍租啊，這樣要合理，這樣要過得到自己過得到人。我們在去年呢其實轉了手的時候，我們已經發現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們不單止寫信給這個管理公司，亦都寫給策例，寫給迎信，當然是完全不理我們，也都沒有回覆。我們就再去做 land search， 找回背後究竟迎信是哪一個人來的，公司多少個電話的，我們打完電話去，很禮貌的，不是好像現在那麼激動的，很禮貌的，就是說我知道呢，你們呢就新業主，街坊呢就有些即是很想知道未來怎樣發展，可不可以講一下談一下這樣。其實他都好一點，剛才麵包店說給四個字，他給兩個字不行，吸線。即我想說呢，不是我們是沒有嘗試過，而之後呢我們也都找到領展下來這裡，即雖然他們說已經是敗了不關我們事，但是他都願意下來看看究竟你們說到多差啊，跟著跟他走一轉，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出聲，走完個廁所之後他說哇，他這樣是搞到，跟住佢自己都覺得係有問題啊。咁所以咧就係話唔係街坊要求過分啊，係根本而家新業主根本上唔知佢做乜啊。你去做生意，你去揾一個地方嚟投資冇問題啊。你講清楚俾人知你究竟想做咩嘛？啱唔啱啊？你唔可以有得啲嘢有得佢自己死，有得佢啲花自己借，跟住就有啲鋪頭自己執。咁跟住同你講話，我已經有良好溝通啦，亦都處理咗啦，好好咁樣安置咗佢啦。咁樣要安置咩？我相信大家街坊係接受唔到。咁所以呢，我哋有喺度嘅街坊知道琴晚發生咩事㗎啦。咁我哋就已經
係強烈要求咗咧，喺我哋幫助地面咧，將我哋嘅信直接 email 咗俾拆例，而亦都承諾聽日十點鐘，大家留意聽日十點鐘，佢哋會黐出一張嘅通告，就係會講清楚緊幾時會約見我哋班街坊，包括業主法團、樓法團。是一個合理的時段裏面，不要又找啲禮拜一至禮拜五下午可能三點鐘根本上就沒有人來到的時段，給我們可以跟他面對面真正跟業主講出我們的問題，講出我們的訴求，好不好？好，民生大事，民生大事。